要充电，有没有笑？有啊，充电中。嗯。它变插头了。有点亮，现在。哦，好。车子里比较好。对啊。毕竟那个有墨镜啊。在想说，反正车子要坐好久。12分钟啊。对啊。那你要研究一下别的路线吗？就走别的路就是别的路线了，看一下，好像就是黑还是什么，还是其实黑的我们也进不去。每次都要滑倒，也很难。太前面了。对，那陷下去。看到吗？昨天就有。
为我这边看到浓浓的太阳，现在来了。浓浓的太阳。对，深深的影子，现在很大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它现在就是对着我，那我要戴眼镜，太亮了。10:22，又没了，又没了。看来就是一个洞一个洞这样而已。哦，就一个洞。就是一个小洞，你知道吗？希望洞开在它上面就可以。你说开在羊蹄山上，可以把羊蹄山上面这台晒掉吗？那就看不到它。那边可能没办法，因为它可能上面是雪，所以之所以每次都有抖。不是雪的问题啊，我是说云呢。对，因为你要想那个斗笠云是怎么产生的、啊，就是那里的寒气加那里的水气形成斗笠云啊，所以那是一个 local 自己形成的。除非有一些风把它吹走，不然。上面也有一小块，我刚刚上面有一块太阳晒。错误，因为云已经跑走了。
报到太阳跟羊蹄山，但是其实太阳也没有照羊蹄山，所以还好。羊蹄山是我。现在倒数四个柱子，倒数五个柱子。那个牌子拆掉了。还是牌子在右边，往安纳普里。要坐公车的那个牌子，忘记哪里看到的。可是现在没有。
好像不行了。都不行。去黑线的唯一方法是爬过去。也没有一定要去黑线。我说别的线啊，其他的线我们都滑过了。有一条没滑过的是那个冲往希尔顿那边的那边右转，然后可以去邦塞这个，还有另外一条是这条我们好像有滑过，我们之前不小心都走这边下来，这条已经滑过了。对啊，所以我也没滑过这一条。然后还有黑的，就这样而已。然后这边我不认为它可以接过去，对，都一样。对，滑过。再也不走 Unforgettable 了吗？不要。Unforgettable 一空点比较好。一样的。啊？一样的。我们滑到下面这里也是可以看过来。对啊。我不想再试那边了。差差的。好，走吧。往这边。好了，有了。这里有。Go go go！ 身体好像有热热的感觉，有被晒到。幻想。没有，我真的有觉得啊。好，我跟你、啊、我跟你，那你要跟我、啊、对啊，我也坐这里可以啊，你走吧。啊，我看到彩色的，是我们镜片的效果还是真的？没有彩色啊，没有彩色。我看到云在这边，彩色它、啊、有一点七彩的，有一点那一块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、嗯，而且跟着飘走了，拍得起来吗？不是镜片的关系，我上下移动以后它就跑掉了。没有啊，我还是看得见的。那个我一移就跑掉了，发现是那个我涂的那个。哦。对啊。七彩的。对对对。
有什么问题啊？因为我就是要拍住往你啊，我就用头看过来啊，然后又因为我不想减速啊，我就会超过，所以我就渐渐把镜头移过去。好了，换我了。随便你啊，你要滑远一点，这样留下自己的余地。它下面有一些雾，然后上面的云还是在那里。下一波。换我，也不用跟，冲冲冲啊！
这个踩到这个也会滑，不用啊，你可以一直这样，不用。机会就用你的手机拍拍拍。啊，我都没拍，我都没有追。我是说有的话啦，因为就看时间啊，搞不好在我们做的时候，它就跑出来，有可能，很难预测。中间有一条车道，你有看到吗？哪里？等一下，我们的正下方左右横跨有。这里啊，我看到左边有。对啊。也就是说，这边是不能滑的，或者是说左边有隧道。我今年的礼物是那个，对不对？是什么？脚踏车。对啊，不然呢？晴天感觉不准，再看一次，多云。哎，它改到十二点了。那要怎样？它到十二点的时候会放晴。然后正在吃饭，不就很浪费？那要怎么办？现在去吃，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希尔顿什么时候开。对啊，我是怕人家没那么早开。搜寻一下。一边没太阳晒，南边有太阳。二楼，十一点半开。我们这一趟滑下来也就十一点半啦，十一点二十啊。然后脱个鞋子。差不多。就最早给他进去，最早给他进去，但是我是说，哇，为了冲出来拍照，就不能喝饮料喝到吗？就十二点了，而且我们那个窗户对外就可以拍了。哪有看不到，被树挡住了。那就坐左边一点。那就进去以后跟他说右边一点吧，进去以后的右边一点吧。进去的右边整排窗，然后再自排窗，右边一点，就是不知道哪边有树。搞不清楚。
群聚无法追踪，东京都医师会长紧急会见，增建胜负三周间。三周间。就夜滑的怎么会看树冰？有啊，如果它最上面的缆车是可以看树冰的，但是它不准你滑下来。哦，
上去看。它有晚上树冰点灯。哦，可以去看，但是坐下来。对。哎、欸，好，要到了。查着查着。那就现在去吃饭，这样。就晚上去吃饭。对啊，想办法。你的十二，你说是十二点。对啊，假设这个还是准的话，就十二点到一点，还是十二点出头，出了出头，那还是就等完它再去吃。没有，先吃了。在餐厅里面就可以决定要不要冲出来，我们里面就可以看状况。那要是觉得这样好像还是不大行，那就继续喝饮料。为了便宜的饮料，然后就不肯走，不要了。没有啊，这边的练习就是还好，是有东西可以练，但是适当的休息很不错。它有反光的感觉，会反光就是海啊，不知道了，天南面。你要拍一张吗？不要，拍不到钱，回去看。左边一点，左边走这边，转向转到这边，
那边是上坡，这里会顺顺的滑过去。啊，你想要用那个波、哦？也可以啊。好，接着前面朝右边就有速度了。朝最右边，最右边就会加速。好啊，我要跟你，你就自由滑。我跟你啊。修正，你就专心练你的右脚而已啊。我右脚现在还好。对啊，因为现在反而左脚站比较少。回去看影片。我刚刚只是仔细盯着你的速度，我比较没看到 pose。看，要不要再滑一趟？我觉得会，差不多。但是它也不会过上面那边啊。我是说不会跑到他头上。你觉得？先吃。但是
但是窗户一定要先挑好，我觉得那是重点。有草啦，草的头，不是土，是草的头。对啊，是草。两斤斤，我在想，那边有另外一个栏杆，然后这边这一块搞不好也是可以滑的。就乱写区。对啊。在树上的都掉下来了吧？差不多啊，正在掉啊。对啊。现在的方向是往前面欸，动的前进方向，不过后面又被盖起来了。走啦走啦，快走快走，吃饭为目标，先走啊，你先走啊。我先走。加速啊加速啊，来哦，加速加速。你觉得安心的地方都可以冲，你安心就好。
是正确。Come here, don't try to put your skis here. You pick up over here.那我都这样放啊，就被挡住，我就只好放那了。就插他后面。嗯。小心踩。啊，我脚会陷进去。没有太早啊，拖一拖啊。到几点开？是11:30。点半啊。太早了，再回来唱吧。不要，他讲12:00，我不希望拖到那个时候。问题是你11:00，现在他也不会让我们进去啊。现在11:20了，还是他不准？我看。17分啊，可以了啦。蛮多的呢。